心，今天我回到我的这个老家啊，跟着我的姐姐、姐夫还有我妈一起来开箱一些很特别的食物。首先，欢迎我姐木鱼。大家好。木鱼，那你平常都在干嘛呢？生活。然后呢？然后耍废。哇，好棒的生活！那你的画画平常有在贩售吗？有的。画的笑笑。是，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姐的 IG， 还有她的这个网站去参考一下，谢谢。再来是我们的 Percy， 我姐夫。Hi. Hello, I'm Percy. Yeah. I'm the man of Moore. Wow. And also, you are a YouTuber. Yeah. 他也是荷兰的 YouTuber 哦。大家可以去他的 YouTuber， 还有他的一些 IG 去看看哦。然后再来，你哪位妈妈？我是美娟啊，墨镜男的妈妈。你把我机车弄毁了。对，我把我妈的机车拿去报销了。现在好搭公车都要想很久，那不是很棒吗？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骑机车？因为我骑机车比较稳啊。你屁！你走路都不稳了。我走路比较稳。你在吸什么？你在吸什么？米德。好，首先我们第一个要出来就是米德。Very old. Very old. Like a Chinese medicine. Yeah, like a medicine. You need to slowly, or slowly, you okay, will. 一点。Zero to ten. How much? 10. 10? 3. 七分. 七分. 那 person 呢?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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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o, all food inside. When did you buy this? Dashi Old Street. 淡水老街。哦，淡水。Yeah. 欸，我从小吃到大，你们没有吃过，因为我都偷偷去买，我喜欢偷家里钱，然后去买这些零食吃。这是不是类似蜜钱？偷钱？你偷谁的钱？偷你跟爸爸的、啊。头晕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因为它有点小酸、小甜、小咸，可以解你的想吐这样子。哦，这个是止吐良方。对，止吐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晕车止吐的一个好、很好携带的一个小糖果。哎、我觉得很好吃，它确实是有一点像蜜饯，就一点点，好不好？two song low， 几分？几分 ？Zero。因为在那个有一点哥哥，你不需要水哥的、哦。好，啊，那个我给5分。OK， next one is 无聊的巧克力豆。哦、，chocolate 豆豆，米果巧克力。里面是那个米果，然后它的米果没有像现在爆米花那么大颗的口感咬起来，主要还是那个巧克力在成分比较多一点。有没有里面米果很假？看不到它。This one I will give zero. Zero? Zero. Oh, I give eight. Eight? 加五分。五分。那至少比姜神地好吃。哎，什么姜神地很好吃，好不好 ？OK, next one. This one is very original. 迷你可可巧克力条。哎，不是。This is Malaysia. Malaysia? Made from Malaysia, really? 耶，它是马来西亚制造，但是我们从小就吃这个吃到大，哎。Ten， 真的很好吃。它代表小时候的回忆。在吃巧克力的同时呢，我们再一次介绍这一款，也是我的最爱。看起来非常的奇怪，是很像什么胶之类的，但它不是。它可以吹泡泡吗？它也不能吹泡泡，它是巧克力酱。嗯。然后 so different. different than before. 以前的比较好吃，巧克力味比较重，哎，现在有一种叫什么味啊？软糖类好了。Yeah, this is very original. 高可以，大家可以这样来试看那个味道跟以前会不一样。可乐味道，有可乐味道。And also have another tasty， 这个是果汁重的口味，重的口味。
嗯 ，also good。来 ，ten， 等，然后 ，seven， 上。怎么都没听到你们吃吼？因为就是在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买偷吃啊！都不照顾小孩啊！没有班呢。然后木星一直气喘，然后我一整晚都没睡。哇，母女的斗争了，母女的斗争。没有，我跟你讲，因为以前你们还上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还在读国中嘛，国小。然后你知道我是钥匙儿童跟补习班儿童，我一回来，你知道我打开门，你知道我看到桌上满满的是什么吗？波卡，然后奶茶，然后。可乐果啊，然后妈妈都买了三包，想说当我的晚餐。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记得吗？因为那阵子我变得超级胖，我就是从那个时刻变得很胖。不是，那时候是因为妈害的。你那时候是因为气喘，有吹那个气啊，气管扩张器。那时候那个据说那个会裂亮脸，是不是脸肿都是因为当时气喘造成？刚这一款呢？Percy 刚刚在远方看到，这到现在我们还是很爱吃，它就是汉堡软糖跟披萨软糖，它的那个塑胶味。我觉得这款在现在的小孩子世界中也是蛮当红的。对，这还蛮红的。Nice, I like it。那个鼻孔会有问题哦。来，我来吃一个这个披萨给大家看看。嗯。I like and also have an egg 荷包蛋。啊，这种。What? Egg is delicious. 酸酸甜甜的，很耐吃。对，以为会很甜，那吃起来居然是酸甜共存。This one is really old. 真的是老糖果了哈，而且是我的最爱。Salty dry mango. 好硬哦，咬不动哦。I like. This is m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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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nge. Dry mango. This one is a traditional. Traditional. I look. Continue. Nothing is happening. Not two. 不准剪掉。这个呢，就是这个以前我们都会玩的那种搓搓乐的玩具。就今天所有东西都是我朋友帮我从淡水买来的。Yeah. Yeah. 我紧张。有一点点。好，来，那个洞里面是什么呢？贴纸哎！啊，谢谢赛丽喽，送你一个海绵宝宝的贴纸。哎！哇，这是站。哇！哇，车。Car。一个小车车，很可爱。I chose this green dinosaur. Watch this.What's that? A flower. Flower? Yeah. I don't need flower! What's inside? Oh, also, we can look together. Yeah. Oh, yeah! Yay! 我们休息够了，我们要去吃咯。这三个都是我最爱最喜欢，我从小一定会必吃的。首先我们先来这个凉糕糖。You know what is this? This is 抽奖。然后它就是这样 like this。And then 把后面的纸剥开，给你们看一下。OK。是不是会有几号有几条这样子？68 OK， 你们数字都很大，所以都跟你讲，我都很讲。Not too sweet. No, that's not. 红果六果，然后钱是这样，很可爱。然后这个以前都会贴在墙壁上，就看你要玩哪一种糖果。抽到王哥 is 两个软糖 ，and 柳哥 is one 软糖。我记得我以前好像没有吃到这个，哎，这好像是刚才那个吊饰的。这个是有姜味耶 ，You like it? No. But I don't like it.I really like this. 它是蜜地瓜，很好吃。吃完现在放屁超臭了。Ten. 木鱼很严格。我觉得还是巴斯利瓜好吃。然后最后这两款呢，秀豆糖。
螃蟹泡泡糖，它吃起来就有点像是喝汽水的感觉，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秀斗糖都是有一点，有点 surprise， 有点 surprise， 对。It's a very strange taste. Yes. One, two, three. 哎呦！哎呦，我这 ，You need to 撑过去。哦，咸的呢，我这是酸的。A few moments later， 还没好，我们都好了。Just like a hidden baby， 就像生小孩一样，会很痛苦。当痛过去，孩子就会出来。OK， 好 ，Today is finished， 我们的无所谓糖果。好啦，那今天就是我们阿姨 2.0 开箱咯，希望喜欢的可以帮我分享，然后留言，然后还有告诉我你以前有吃过什么更古早味的糖果，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啊，阿姨，我撑不起来，你抱。妈妈，你怎么可能撑不起来？不然怎么会生出我们三个小孩？不可能，你不可能不会吹。我妈刚抽那个打洞啊，不是抽搓乐啊，她抽到这个哎，这很酷，我给你们玩。哎呀，就是，它就是这样子，就可以这样吸水进来。And 插到小童的屁屁里面，然后来喽。啊呀呀呀呀！Nice. I'm okay. Yeah, this one is good.